我要求让国会先审，我还说我们民进党宁可当淡黑脸，让国民党去为台湾人民多要点东西都不肯，结果他脱口而出中共不肯啊，为什么？中国不承认台湾是个国家，所以台湾不可以有国会。两岸的协议如果在国会逐条审查被改了一个字，就证明台湾有国会，这是不可以的事情。为什么国民党，为什么陆委会要去办，要去配合中国，去扮演，去配合他们这个让台湾实质没有国会没有国家？陆委会主委今天公听我不能咨询你，但是下次你必须答复为什么朝野协商签了服贸协议逐条审查不可以包裹表决，你竟然公开对媒体说不可以，你凭什么指挥国会？你去签服贸协议，听说你们跟中国开了50几次会，我们连国民党的委员一次都不知道，结果你竟然对社会说我们服贸协议朝野协商不可以逐条审查。丁委员，时间到了。好，主席，我跟你讲，所以我合理怀疑王金平院长会被马英九总统追杀，跟他当时签下服贸协议朝野协商这个可以逐条审查有非常大的关系。为什么急着要这个？马总